탕즈리 감독님을 모시고 기조각연을 듣는 시간을 가져보려고 합니다. 탕즈리 감독님께서는 오늘 동아시아 콘텐츠 제작 협력의 미래라는 주제로 기조연설을 준비해 주셨는데요. 감독님을 무대로 모시기 전에 준비한 영상이 있다고 합니다. 영상 먼저 보고 이어가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唐吉礼，这是很荣幸受到卢在宪那个主席他的邀请，我来参加这些东亚未来论坛，再次来到韩国，我觉得很开心，我记得1996年。 韩国大众奖第一次邀请外国评委，我很荣幸跟一个日本的电影学院的院长同时参加大众奖，作为评委，短短几天我看了十几部韩国电影，虽然语言上有障碍，可是也给了一个很好的翻译我，那让我。 看片看得很开心，那期的印象就是觉得韩国电影给我的印象感觉很有力量，很有创意，同时也很性感。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9年，我去做武术指导，后来我。 去好莱坞发展，跟CBS、跟Fox拍了一个美剧，叫《过江龙》（ （Martial Law）， 就是洪金宝主演的，我做监制导演。当时候跟日本一个演员加藤雅也一起合作，他就推荐了他一个好朋友，给我认识。我当时不知道是谁，他说去日本请我吃饭。 那天我去到日本，出来跟我吃饭，原来是日本的性感女神那个藤原吉香（ （Norika Fujiwara）。那就是认识了以后，我记了在脑里面。后来我回大陆拍那个《雷霆战警》的时候，我就邀请了他参加，主演我的那个。 雷霆战的女主角，还有那个韩国演员金韩元，一个跆拳道高手，的腿就踢得很厉害的，然后到2004年我拍电影《神话》的时候，我就请了金喜善，这个还有崔明秀，都是韩国很知名的演员，我们一起合作。 还有那个神话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也是韩国音乐人崔俊荣跟我写的。
那那首歌到现在十几年在中国都是非常流行，我也有跟韩国很多后期制作公司的朋友合作，我最新拍的神话的续集续篇传说也有韩国的好朋友 Mr. Bim，Mr. Park， 他们两位帮我把成龙，我一个合作32年的老朋友，把他变成27岁，帅炸了。可是因为那个电影还没上，所以我不能给大家看。所以刚才我看介绍，现在增强现实啊，包括AI人啊，那些其实。 在未来，在电影市场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这次我在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新疆拍传说，我们做电影导演经常在看到剧本都是讲古装的战争片，就说千军万马，永远那千军万马其实都是。 电脑特效可能最多一两百人拍，可是这次我真的完成我的心愿。我在新疆政府的支持下，给了1200个骑兵我拍，还有给了10000匹马，真正完成千军万马，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还拿了。 1200个骑兵，那个在电影里面拍摄那个记录，新疆很漂亮，我很感谢伊利跟昭树县的政府，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韩国跟日本的电影界的朋友，如果你们将来想要拍古装片，然后需要大量的军马。 战争的场面，我建议可以考虑美丽的新疆，因为我在新疆拍摄半年，从南疆到北疆，每一个地方都去了。那些老百姓民风非常淳朴，不过可能你饮食那方面就多吃点羊肉，然后牛肉也不错，然后就拍得很开心，这个。 这个对我来讲，作为一个电影人，终于可以，小用特效，能够完成那个场面。中日韩我们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那我们曾经有过1000年以上的共用汉文字的历史。自古以来，三国的交往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贸易跟涵盖的思想、文化、哲学，多个层面，其实这么多合作，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尊师重道，对吧？爱幼扶老。 那个对于家庭的观念，各方面其实都是同根同源，我们也是很讲诚信，也爱好和平，这个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内容我们可以合作的。那回顾1977年，中国和日本首先合作了电影《天平之盟》。 那是表现鉴真法师东渡的故事，鉴真法师东渡是把中国佛教、茶道、建筑、医药，这很多方面的文化，是通过鉴真6次东渡，他坚持不懈的，过去他还是弘扬那个佛法跟那个。 文化交流，所以我说这一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去看的。之前
前两年也有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再拍那个新的见证，我说我很想拍，我也很希望找到日本的电影公司一起合作，我们共同来做。那然后到1980年代，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先后与韩国的电影的工作者联手拍摄电影，那个。 因为那个电视剧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邻居，电影就是装在铁板机里面的大石，那胶片就是友谊的纽带，片和是我们携手前进路上的坚强基础。纵观世界影视历史，我们看到中日韩三国共通的脉络。 那就是我们三国的艺术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真善美，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人民电影曾在日本引起轰动，那个《青春之歌》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海报都是十层八层楼高的一个海报。 是当时让中国的电影人很难忘的。那后来，我小时候在香港看《山口百惠》《绿原小卷》《三浦友和》，还有后来的木村拓哉，他的演的电影跟电视剧，再到后来韩国的影视。 发展也非常好，韩国电影的《悲歌》一曲曾经获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两项大奖。在2000年以后，韩国优秀的电视剧开始引发了潮流，《大长今》《浪漫满屋》《来自星星的你》都是中国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电视剧。 我都全看了，因为看到这个文化，我在中国跟香港去了很多次吃那个韩国菜，韩国的烧烤，那个烤肉，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影视产业的发展，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时装片基本上没人看的，都是看古装片、年代片。时装片都是看日剧，跟后来看韩剧。当时我刚从美国回中国内地发展的时候，人家就叫我你别拍时装剧，卖不出去的。那其实我的心里有点不服气，我就要拍，我就拍了一部叫《男才女貌》。 那最后《男才女貌》成为第一部中国时装剧引进韩国跟卖到日本去的电视剧，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有共同的电影人创作不同的风格，其实我们都会相互学习、相互参考。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这个相互。 交流互鉴对于我们三国之间的电影人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在过去这几年，全球的电影人都经历一个艰苦的时候，那可是疫情过去了，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之努力，努力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春节，今年的暑假，在中国电影市场，今年暑假有很多电影，比如《封神》，《封神榜》它是一个玄幻的动作片，《消失的她》是一个悬疑的剧情片，《孤举一掷》是一个社会的现实题材，还有《长安三万里》是一个古装的。 动作片，他们都得到非常好的票房成绩。
就暑假这两个月到8月18日为止， 2023年 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达到 178亿人民币， 创了历来的最高的记录。可是这个现象呢，给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提示，就是票房里面中国国产片占了票房的 86%， 而进口的好莱坞电影也有很多 大片，可是因为它的可能创作的固化，续集做到六七八九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创新的感觉，反而观众就已经开始放弃了。我为什么去表达这个？还有，我想讲一讲是中国 电影市场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本土市场。那它最高票房的前五名，第一名是《长津湖》，它是一个战争片，它的票房去到 8.9亿美元。那第二名是《战狼2》，是一个动作片，它是 8.7亿美元。第三名《你好，李焕英》， 它是一个文艺爱情喜剧片，也有 8.2亿美元的票房。那第四名是一个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 7.5亿美元。第五是《流浪地球》，它是一个科幻电影。为什么我去说这个票房？其实按照这个票房， 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国产片的话，你可以得到票房的 42%， 然后扣除那个宣发费用，那应该是大概1/3。你想想，9个亿最高的票房，9个亿回来1/3等于有3亿美元，3亿美元这个回到那片主这个手上。 我想想，我们中日韩三国应该是不是大家考虑多点合作？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我们大家的文化也这么接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啊，我们三国尽管彼此关系时有起伏， 可是友好合作是我们三国人民不变的追求，特别是我们电影人，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加强合作，可以分享这个电影市场的红利。我们电影创作人往往都是比社会发展超前的，所以你看刚才 Steven Spielberg 做那些电影，从以前那个 Star Wars 上太空，到现在很多虚拟现实 Matrix 开始，那其实电影人的想象力往往都比社会发展走前很多步。我在想象如果国与国之间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最后这个画面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如果大家是友好交往、互动、相互扶持、合作，是什么一个画面？我很记得十几年前我在来到韩国，到处都是中国游客，我去 半夜去买那个批发市场去买东西，我基本上那挤都挤不进去，那半夜3、4点都是人，同时也有很多日本游客在香港，在中国玩。那个我经历过所有这些年代，我真心的很希望，这我们三国是永远的邻居，我们是搬不走的，这个
爱好和平也是我们大家老百姓所有电影人的希望的，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们三国能够建立一个合作的机制，合作的机制，我们可以共同搞一些，希望那个卢主席可以牵头推进这个三国文化。 产业内容产业的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拿一些钱出来，大家规划一下。这利用三个国家，我们的共通的点就是演唱会，我相信都搞不完。音乐会包括我们电影电视剧的题材，我也买了那个情丁大饭店 Hotel Leo， 我在中国改成一个电视剧叫《偏偏爱上你》。 没有用很多的成本拍摄，我也拿了全国收视冠军，所以我觉得相互合作是我最希望见到的，也我希望我可以更多机会来韩国。我今天大家都吃得很饱，下午也很舒服，那我也不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我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来。 如果你们下面有谁想要去内地，合作的，可以找我。还有一个题材，我记得，我十一年前拍一个金钟岳飞，岳飞的内容是讲，中国南宋时期一个将军，19岁从军，39岁去世，打了200场仗。 最近张艺谋导演去年那个春节档那个《满江红》，讲了一首诗，就是他写的《岳飞》。后来我认识的岳飞思想研究会他的后人28代孙，我才知道原来，李芝兰也是岳飞的后人，他是帮助。 韩国那个朝鲜那个建国的一个建国元勋，所以我也希望拍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我希望中日韩我们加强合作，正所谓三圈一玉，日月同天，我们有共同的文化。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感谢大会给我的邀请，我希望，可以很快再回来。